这张是我弟弟跟一个朋友家的孩子照的，这是我弟弟。还有这也是跟他们那个同学还有同事吧，可能在一块儿他们碰着照的，这是我弟弟，就在避暑山庄门前照的。这都是20岁左右的时候。对，都是嗯。照片中的青年名叫韦长安，那时他才刚刚20出头，是承德市曲轴连杆厂的一名工人。尽管身材有些瘦弱，但他的脸上却充满了朝气。对于这个年轻人，人生的道路似乎还很长。如果没有那场悲剧，现在的他应该有了自己的孩子，像姐姐一样陪伴在母亲的身边。可是整整22年来，家人们只能一次次透过发黄的照片回忆着他那张年轻的脸。因为我知道我弟弟死在那块儿了，我一看到那个就那个饭店，我就心痛的不行。那块儿吧，也可以是说上班直接路过那块儿，我都绕到那后道走多少年。给家人们带来痛苦记忆的地方叫做新华饭店，当年它曾是承德市最大的饭店，如今这里只剩下了一栋小楼，在周围高楼的包围中显得毫不起眼。1994年7月14日的那个夜晚，就是在这里，双桥警方踏上了一条长达22年的追凶之路。那天呢，大概是夜间，这个刑警队啊，他们接到110报案以后啊，就直接找我说，这个在新华路，新华饭店一楼那儿发现这个一个人呢、被捅死了。邢立明是任承德市公安局双桥分局的政委，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但作为当晚现场的总指挥，他依然清楚地记得韦长安遇害时的种种情形。当时啊，他就是歪倒在这个楼梯尖儿那块儿，胸部好像被刺了，头部这个有破损。韦长安遇害的位置位于饭店一楼的楼梯后方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直到当晚11点，服务员在巡视时才发现这一情况。可那时韦长安早已没有了呼吸，身上流了好多血，但是后来经法医鉴定勘查，主要是这个心包破裂，就是扎在心脏上，一刀是顺着左侧扎进。于天龙是当时最早赶到现场进行调查的民警之一，他注意到除了心脏的致命伤外，被害人的身上还有多处伤痕。头部有伤，头部好像是挨砍了2菜刀吧。哎，就是说定性来讲，手段也很残忍。经过初步勘验，警方判断行凶者应该在2人以上，并且使用了不同的凶器。然而现场却没有人目击到凶案的发生。虽然是个饭店，但是那时候大部分客人都已经休息了，是吧？所以就当时就没有找到这个目击证人。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是因为什么发生的？为什么下死狠手？也搞不清楚。死者韦长安，社会关系简单，为人善良正直，从没听说他和人有什么大的矛盾。在现场，他的随身财物也没有被翻动，侵财和寻仇杀人的可能性应该也不大。唯一的异常是，韦长安的脚上没有穿鞋，袜子上沾满了室外的泥土。如果当晚韦长安是从正门进入的饭店，他的这身打扮一定会引起人的注意。另外，假如这里是案发的第一现场，那么嫌疑人在行凶时的动静也一定会引起服务人员的注意。可是根据所有人的证词，当晚饭店内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进出饭店。那么在这个夜晚，韦长安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如何来到饭店并最终死在了这里？凶手杀害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场生日聚会竟成生离死别，被害人韦长安就说了一句：“说哎，怎么骂人呢？”
之前谁也跟谁无冤无仇，你说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呢？凶手身份不明，调查困难重重，凶器、指纹还有其他的这个作案工具一概都没有线索。是谁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命运路口一线正在播出。韦长安倒下的位置位于新华饭店的后门附近，在门外的玉华路上，警方再次发现了异常。从他这个死亡这个地点向楼外延伸大概有百十来米，这样有血迹，所以我们就想呢，就是他死亡这个地方啊不是第一现场，肯定这个是在他在跑运动当中活动当中被刺伤的。血迹最终消失的地方是玉华路与南营子大街交汇的路口，距离饭店的后门不到200米。7月14日晚上10点，也就是韦长安被人发现的一小时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冲突。那就算南营大街了吧，那会儿就算都走都过了都过了拐拐完弯了，他们追过来，就是调戏这个女的，完了就这么着发生的冲突。李瑞新是被害人韦长安的发小，当天晚上他与韦长安还有另外几名好友一起在附近的新华园舞厅为一名女性朋友庆祝生日。可就在聚会结束后不久，意外突然发生了。从这个舞厅啊出来以后准备回家，有一个女生还没尽兴啊，依然在唱。这个时候呢，这个在他们前边也是在这个舞厅出来的有三个男青年啊，对这个女生的唱歌啊非常反感，就是骂了一句。被害人韦长安就说了一句，说哎怎么骂人呢？那你说这个肯定不会干呀，尤其是韦长安这人就是特别的仗义，就是看着自己的朋友的对象受人这个小流氓欺负，他肯定不干。但是没想到这个小流氓穷凶极恶，他就竟然带着刀。在路口昏暗的灯光下，事态很快失去了控制。混乱的冲突过后，李瑞新和另外几名朋友都受了伤，而韦长安却迟迟不见踪影。直到几个小时后，朋友们才得知了他已经遇害的消息。可这时，三名行凶的男子早已逃之夭夭。我们都不认识他，都不认识。要不说你就说你就说他不怎么这么穷凶极恶，就说你竟然拿刀杀人，因为你事先谁也跟谁无冤无仇，你说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呢？就说，面对这起重大刑事案件，双桥警方在案发当晚就启动了命案侦破机制，投入大量警力展开搜捕。可寻找嫌疑人的工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凶器、指纹，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作案工具一概都没有线索，当时的条件也有限，想做一些这个DNA 检测啊，或者是其他别的一些什么技术手段呢，比如像监控啊，现在的监控那当时都没有，没有视频监控，也缺少有力的痕迹物证。在刑侦科技尚不发达的上世纪90年代，目击者的证词成为唯一可能的线索。在案发第二天，双桥刑警就调查了十几名相关人员，整理出多达近百页的调查笔录。可遗憾的是，所有人都无法描述出嫌疑人的样貌特征。被害人同行的这些人呢，因为天黑，只能分辨出对方哪个是大个儿，哪个是小个儿，具体的体貌特征都不能表述。长什么样是吧？听口音是本地的，是外地的？没有说太清楚，所以当时就是陷入一种僵局吧，有这个困局。命案侦破的黄金时间逐渐过去，警方却始终没能取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双桥区内又接连发生了数起案件，这让本就紧张的警力更加捉襟见肘。这个刑警队呢，当时是23、24个人，他整个刑警大队啊就有一台就金杯那样的那个现场勘查车啊，装备是比较落后啊，你像对讲机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因为当时就是毫无线索，这个其他别的案子又是不断的发生，
啊，后来呢，就是这个在局里开会的时候，就把这个案子啊，就定为先长期经营，暂时先挂起来。而对于韦长安的父母来说，这个家里最小的儿子曾经被他们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儿子的惨死对于老两口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我爸那会儿就是就我弟弟就死以后打击的就耳朵就什么也听不着，就双耳朵失聪了，平常在家里就跟半痴半傻的一个样子，就是 我爸爸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会儿他就得病了。我妈就现在就这样，就这样，因为她老太太反正特别要强，不厌麻烦，就自己在这，我们就互相就过来。我说要不给她，我说不行，给你找保姆，她都不用。她说我活着啥也不为别的，我就是为了让就看着抓着凶手，我就死就瞑目了，我就这么说，啥也不。无论是韦长安的家人，还是侦办此案的民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早日将凶手抓获。可是，案件的侦办持续了一年多，仍旧是一无所获。1995年的五月，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1995年五月，迫于种种压力，犯罪嫌疑人吕四维投案自首。8月，另外一名嫌疑人秦卫红投案自首。可是，吕四维和秦卫红虽然承认了他们参与斗殴，但是却极力否认和韦长安的死有关。我就从旁边的小吃摊，从旁边的摊上抄了一把菜刀，我过去，完了把他们砍，我就砍了三下，砍了。当时我认为不是我做的，不是我办的事儿，所以说也没啥愧疚。明明持刀砍人，却又自称和死者无关，秦卫红的话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是警方经过调查后认定，当晚导致韦长安死亡的确实是另有其人。那么案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杀害韦长安的真凶又是谁呢？同伙投案，真凶依旧逍遥法外。多年之后，警方重启案件调查，凶手究竟藏身何处？命运路口一线继续播出。经过缜密的调查审讯，警方认定，在案发时，吕四维并未持有任何凶器，而秦卫红虽然用刀砍伤了韦长安的头部，但并不是造成其死亡的致命伤。真正刺向心脏导致韦长安死亡的一刀，是由在现场的第三个人实施的。那史立军说有病。好像是的，应该是，反正就是说咱这块儿就说啊有病啊，就是摸了一句，反正我边走到边还唱歌，就说那意思。据秦卫红说，当晚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名叫史立军的男子，在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路口，正是史立军的出言侮辱最先挑起了冲突，随后他又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向韦长安的肋部。我和吕四儿我俩就跑了，他自己史立军自己跑哪儿去就不知道了。原来三名嫌疑人是在街上的游戏厅偶然认识的，相互之间并不熟悉，在第二天得知出了人命以后，他们便分头逃跑，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他能说出这个是史立军，但是那个具体这三个字是哪个字儿，他也说不清楚。他的具体家庭住址和所有的他的具体情况，他也是不太清楚的。即使是在2017年，当在警方的户籍系统输入史立军三个字时，检索出来的结果仍然多达数百条，遍布全国的各个县市。而在20多年前，互联网和计算机尚未普及，户籍材料基本都是纸质，仅凭人力进行筛选，警方的调查可谓是大海捞针。就是你知道的是谁了，是吧？他隐藏得很深，是吧？那当时那个条件呢，也有可能破不了案。再一个呢，我想过了一年多了，从这个警力上啊，当时恐怕也是没有拿出最大的决心来追查这条线索。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案件的调查逐渐归于沉寂。带着遗憾，邢立明离开了双桥公安分局，于天龙离开了刑侦工作岗位。
而案件的两位主办民警也因为积劳成疾不幸相继去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起案件的材料只能静静躺在分局的档案室里，等待着新的时机再度开启。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从1994年的那个夏天开始，韦长安的家人已经在痛苦中度过了21年。每年春节，当别人家都在享受着团圆的喜悦时，他们只能独自承受阴阳两隔的悲伤，因为韦长安的农历生日恰好就是除夕的那一天。我们家就从没过过一个好年，都没吃过一顿，就是说啥人家是合家欢的在一块，都是泪眼相对的，这个在一起过一个这个年。21年的时间，改变的不仅仅是被害人家属的命运。曾经红极一时的新华饭店，逐渐在时代的大潮中褪去了光环，最终在2015年被拆除。原本狭窄拥挤的裕华路，也在城市的发展中改造成宽敞整洁的大道。在当年案发的路口，时光似乎已经抹掉了有关案件的一切记忆，但双桥分局的民警们却始终没有忘记破案的使命。这起案件呢，年代比较久远，确实是超过20年了。我们通过与被害人家属接触，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命案积案不破，我们对被害人、对百姓是一个愧疚。真凶依旧逍遥法外，这让历任分局领导都感到寝食难安。从2015年开始，双桥分局再次组织警力，成立714命案专案组，对这起长期悬而未决的案件实施攻坚。近几年啊，我们分局的刑侦队伍也是不断的发展壮大，刑警的责任心、技术手段和敬业精神都在提升，这个公安机关的战斗力，特别是在侦查破案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对命案积案的侦破呢，我们作为一个常态的工作机制，围绕案件进行经常性的摸排线索，开展各方面的工作。通过对案件当事人调查笔录的整理，民警从这些已经泛黄的文字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这个人呢，这个当事人呢，他当时是在这个就是新华饭店舞厅里面，他是一个伴舞的啊，所以说他接触这个社会面啊，然后这个社会关系都比较复杂。然后他的笔录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说对方的几个小子可能是桥东那边的。所谓桥东，是指承德大桥以东的大片区域。在上世纪90年代，这里主要是铁路部门的单位和家属楼，不仅人员流动性大，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更是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提供了史丽君可能是桥东的这条线索，也是很模糊的，不能确定他到底是在桥东居住呀，还是在那个铁路上班了。但是呢，从整个卷来看呢，这也是一条唯一的线索，只能按照这个线索往下查下去。当时去了好多次，就是有一个老工人，他知道这个当时有这么一个那个铁路机务段有这么个叫史丽君的人，啊，然后当时是在95年的时候被铁路给除名了，然后除名的原因就是那个因为长期旷工。当时我们考虑就是说，为什么长期不上班呢？就是有可能是因为畏罪潜逃了。姓名、时间、身份这些都对上了，可是史丽君原先的工作单位已经在多年前被撤销，相关人事档案也已丢失，民警只能通过原单位同事的回忆，一点点了解有关他的信息。他反映出来，这个史丽君的平时就有小毛病，在这个机务段里边，那个同事发生过矛盾。原来史丽君和被他杀害的韦长安一样，都是1970年出生，在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已去世。或许正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父爱，史丽君的性格从小比较偏执。在案发时，他尚未成家，目前也只有母亲和姐姐依然在世。这么多年啊，就跟家失去联系了，
就我妈呀，就想他想的是死是活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这些年，我妈年轻就守寡，疼他又比疼别那我们要邪乎。我妈现在五个支架，糖尿病并发症，都是想他想的。按照石丽君家人的说法，石丽君是在案发的第二天突然离开家的，对于她此后的下落他们都不知情。可是通过对嫌疑人母亲的秘密调查，警方发现尽管这个老人的生活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暗地里他却和三个归属地是辽宁丹东的电话号码保持着密切联系。每个星期都肯定要有通话，然后就是最长的一个星期，短的话就两三天，然后是三个号码交替在打，通话时长也比较长，啊，最长的可能到那个三十几分钟。根据此前掌握的情况，史丽君一家在丹东并没有任何的亲戚和朋友，那如此频繁的通话记录不由得引发了警方的猜测，史丽君的家人是不是在隐瞒什么？而这个打电话的人会不会就是一直潜逃在外的史丽君呢？千里之外他隐姓埋名漂白身份，一念之差他挥刀杀人酿成悲剧，22年后嫌疑人能否被追责？命运路口一线继续播出。有没有就听别人说起过他在东北那边生活这些的呢？没有。要是有消息我们就去找了。对于嫌疑人家属的这一说法，警方并没有完全相信。通过查询这三个手机号码的基础信息，民警发现他们全部登记在辽宁丹东下属的凤城市一名叫做孙娟的女子名下。而当民警将孙娟的身份信息进行查询时，更多的疑点出现了。孙娟是69年出生的，和史丽君的年龄非常相似，啊，在对他这个户籍信息进行查询后呢，发现这个孙娟的户口信息上还有两个孩子，也都姓史。他这个婚姻状况呢，显示的是已婚，但是在这个家庭成员信息里边呢，却没有丈夫的信息。种种迹象表明，孙娟与史丽君之间应该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此时已经是2017年3月。在得知这一重要线索后，双桥警方立即组织警力赶赴凤城，对孙娟进行调查。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围绕这个孙娟就继续开展工作，然后这个发现这个孙娟呢，当时她是做手机生意的，开通讯器材商店的。而我们到丹东之后呢，我们就对这个三个店都去实地去摸排。化妆成这个消费者啊，进店去看一看，在店内呢没有发现这个孙娟本人，里面经营的是卖这种小百货的，啊，当时我们这个心里的落差挺大，这凉了一截。孙娟名下经营的手机店铺一共有3家，可蹊跷的是，在不到半年时间内，3家店铺全部改头换面，变换了主人。我们怕担心呀。有可能啊，他不干了，或者转租了，跟这个现有的经营者啊有联系。如果我们直接接触呢，有可能也是打草惊蛇，惊动这个史丽君吧。在凤城警方的协助下，专案组了解到，孙娟除了经营手机业务以外，还与人一起投资，在当地开办了一家保险公司。他又做了一个保险代理公司，啊，所以说我们就对这个保险代理公司呢。就跟那个贴近了侦查一下，然后就是化妆侦查，确定孙娟之后，在这个孙娟上下班的过程中，我们对她跟踪，就确定了她孙娟的一个具体住址。当秘密跟踪进行到第3天时，民警发现了一名与她见面的中年男子。因为那男的手里拿着有菜啊肉了什么的，然后考虑到可能是出去买菜回来，俩人在小区口碰着了，然后两个人就一起。啊，进入到了这个阳光新城小区，啊，进入了同样一个单元门。他已经融入到当地这个生活当中了，所以我们给他秘密的录制了一段视频。通过这个关系人的比对呢，确认了，应该就是史丽君本人。
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双桥警方已经等待了22年之久。在确认了史立军的身份和住址后，专案组立即决定对其实施抓捕。史立军落网的日子恰好是在2017年的清明节前，消息传到家里，韦长安的家人们不由得悲喜交加，百感交集。完了，后来我说妈，我告诉你好消息，我说那个小安的那案破了。她说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我说完了，后来我们俩就抱头就痛哭。完了，我俩哭完以后，我说妈，你终于可以那什么了。我说咱们的案子终于出头了。由于常年沉浸在悲痛中，母亲屈素霞已经无法再流泪。年过80的她瘫痪在床，身患多种疾病，必须靠服药才能维持生命。据姐姐说，这么多年来全凭着破案的信念，母亲才能一直挺到现在。而她的父亲韦并存则在几个月前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当都是我的错了。其实这种事吧，对两个家庭都是伤害，谁也不想发生。在看守所里，史立军告诉记者，直到自己落网，他都不知道死者的名字。而在案发前，他也有稳定的工作，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从小就说，您现在可以问问我们老邻居什么的，都说他就那什么，从小就没惹过祸，特别听话的孩子。事实若是果真如此，那么2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史立军为何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对于一名陌生女子出言侮辱，随后又挥刀行凶呢？对此，史立军本人并不愿多说，但从他的姐姐那里，我们或许可以得到答案。就是这个事儿出现以前吧，他失恋了，就是家里条件不太好，人家女孩子肯定就是说，心高啊，是怎么的？咱也不能怨人家啊，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们都要到订婚了，肯定是说的挺伤心的呗，他情绪不太好。或许正是由于刚刚失恋，在那段时间，史立军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案发当晚，他叫上了自己的朋友一起借酒消愁，而当看到别的青年男女走在面前，并且充满欢歌笑语时，史立军的内心竟然生出了无名怒火。他们唱歌从后面过去了，超过去了，那说他有病吗？这大晚上呜哇喊叫，那不就乱吗？然后我就从兜里掏出水果刀，就给这个前面，我前面这个人扎了一刀。年轻气盛的史立军为一时的冲动付出了代价，他没有料到自己在路口的那一刀最终刺破了韦长安的心脏，改变了两个家庭的命运。这对不起，确实对不起。反正就是赔偿这块吧，尽我最大能力吧。可是对于韦长安的家人来说，多少物质上的赔偿都不能弥补22年来他们所承受的伤害，他们坚决要求追究史立军的刑事责任。不能原谅，坚决不能原谅，必须我们家就是说一句就要判他死刑。当然我来说他的孩子是无辜的，但是无辜谁造成？是他爸爸作孽造成的。在嫌疑人落网后，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在本案中，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这个案子呢，我们成立专案组之初，考虑到了追诉期的问题，已经当时已经超过20年了。所谓追诉期，是指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一旦超过了这一期限，即便嫌疑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司法机关原则上也将不予追究。双桥警方的顾虑正在于此，因为史立军从案发到落网的这22年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期。那么这样的案件，因为他故意伤害致死，那么法定刑最高法定刑就是死刑。那么最高法定刑是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刑法规定要经过20年以后就可以不追诉了。如果史立军的行为发生在今天，根据刑法第88条规定，
公安机关只要立案侦查，嫌疑人逃避侦查的可以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否超过了20年，史立军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可是现行刑法是在1997年颁布的，而在案发的1994年所适用的是1979年制定颁布的旧版刑法，而恰恰是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问题，旧版刑法有着不同的规定。79年刑法规定啊，就是犯罪之后如果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了，那么他的追诉时效要一直向下延续的，就不受20年、15年或者10年、5年这个期限的限制。但这个案件当中没有这个情况，因为当年司法机关并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是谁，当年当然没对他采取强制措施。所谓强制措施，一般包括拘留、逮捕、监视居住等等，需要针对特定的嫌疑对象。而在当年，由于并不掌握嫌疑人的准确信息，警方也就无法对史立军采取强制措施。因此，本案的追诉期限在2014年的7月14日就已经截止。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史立军在22年前的行为将不受法律的制裁呢？那么，在超过20年的情况之下，就要考虑说，是不是要追诉？那么，当地司法机关就应该把这样的案件来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来决定是否追诉。那么，通常这一类案件呢，如果是被害人强烈要求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当年所造成的危害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再加上如果犯罪的性质和情节比较严重的话，通常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过，对于能否追究史立军的刑事责任，法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专家认为，检察机关在进行核准时，应该秉持慎重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这种伤害致死案件本身比杀人还是有点差别的，就这隔了这么多年了，然后这个嫌疑人也没有再犯罪了，说这个还要来追诉，那你这个过了20年不再追诉的这个规定还有什么意义？个人的取向来说，觉得你既然规定了20年，过了20年就不再追诉了，对吧？那么这是应该是个严格的问题。那么因此呢，意外要追诉的应该是罪行比较严重的。我们认为这起案件是由寻衅滋事引发的伤害致死案，情节比较严重，当时社会影响也比较大，犯罪嫌疑人史立军呢也长期逃跑、藏匿、躲避这个公安机关的侦查，基本上没有从轻的情节，所以说我们坚持要把这起案件侦破，并且提起检察机关对这起案件追诉期问题进行核准。目前这起案件已经由当地检察机关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否追诉其刑事责任进行核准。而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史立军的姐姐都表示将尽一切能力弥补弟弟的行为给被害人家属造成的伤害。就说的我是诚心诚意的给人道个歉，对，在我们家条件能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最大努力陪人家。再呢，就是说呢，以后的孩子吸取个教训，别年轻气盛的就动不动就动手。22年前，青年史立军的那一刀，在夺去了韦长安生命的同时，也刺破了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希望。22年后，人过中年的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却始终过着东躲西藏、隐姓埋名的生活。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史立军无比自责。然而，有再多的悔恨，都已经太晚了。而在这22年里，双桥公安分局的民警们始终不忘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侦破了此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